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看《大经科注》第1063页，1063页，倒数第四行，看课题：求法皆获善利。请看经文：诸善男子，即善女人，能于是法，若以求、现求、当求者，皆获善利。佛教者，诸是一切，一切善男子及一切善女人，能于是法，是法就是净土法门，就是这一部《无量寿经》。若已经求这个，已经求，已经修学，那现在求，或者是将来求，就是无论这是三世啊，无论是现在，以求，当求，通通得到最殊胜的利益。为什么？前面说过啊，佛法是佛对于九法界一切众生究竟圆满的教学。能帮助人回归自信。自信本善。中国老祖宗说：“人之初，性本善。”本善就是佛性。所以世尊告诉我们，在《华严经》上说的：“一切众生本来是佛。”佛是福德智慧圆满具足之人。一个有福德、有智慧，这个福德智慧是圆满的自信。所以这个里头有大慈悲心，明心见性，最殊胜的第一德，就是圆满的慈悲心现前了，没有任何条件，无缘大慈，同体大悲，悲是把苦，看到众生苦，一定要帮助他离苦得乐，帮助他离苦是悲心，帮助他得乐是慈心。
啊，去慈悲帮助众生呢，离苦得乐。为什么？因为佛知道，众生的苦是从迷来的，啊，迷了自性，你的想法、看法、做法，都跟自性相违背。啊，觉悟了呢，自然就相应。啊，性德的核心。是慈悲呀，慈悲从哪来的？慈悲从孝敬流出来的，它的根是孝，是敬。啊，对父母是孝，对长辈叫敬。啊，敬中观经里面讲的。三福，孝养父母，奉事师长，这两句话是天经地义啊，是性德的核心啊，事出世间，大圣大贤，圣贤就从这核心里头流出来。啊，一切众生都是这个核心流出来的。为什么有的是圣贤，有的是众生？与性德相应的是圣贤，与性德相违背的就变成众生了。也就是觉而不迷是圣贤，迷而不觉是众生。啊，圣贤决定帮助众生呢、啊，觉悟啊，帮助众生回头啊，啊，用什么方法？用教学。啊，所以我在马来西亚啊讲了十桩事情，教学为先。啊，这个里面有涉到佛法啊，在世间安身立命这一部经上，佛教导我们，教我们安身立命啊，善护三业。善护口业，不积他过；善护身业，不犯律仪；善护意业，清净无染。这是安身立命，教学为先了。啊，创业起家，这经上也教我们了。这个经的内容太丰富了。啊，无论我们从事哪个行业，一定要懂得三福六合。啊，你才。这个业才能够广大了，你的家才能正气啊，也要教学为先啊，建国军民，这经常我们讲了。
啊，也是教学为先的，乃至于礼仪之邦，稳定和谐。现在国家要求的社会稳定，啊，如果不教学，不教圣贤的学术，啊，也就是伦理道德因果，啊，圣贤的这个思想，理念，啊，不教这些东西不行啊，稳定达不到，和谐也达不到。啊，国风民安，啊，最明显的佛法里面讲的三种布施，啊，财布施得财富，法布施得聪明智慧，无为布施得健康长寿。啊，人人都能够修，国风民安呐！春秋时候，越王勾践的大臣范蠡，啊，这在历史上是了不起的一桩大事。一个国家被灭亡了，还能够兴起来，在中国历史上只有这个，没看到第二个。啊，越王勾践能给人共患难，不能共富贵。啊，国家恢复之后，他就不用你了，不要你了。国家大难的时候，他要你；安定之后，就不要了。范蠡聪明呐，他对于勾践非常了解，所以国家一恢复，他就逃。改姓名，为陶朱公，去做小生意买卖。啊，三年发财了，啊，他把他所发的得来了些财物。救济贫穷人家，啊，散财，啊，通通散了之后，又从小买卖做起，3年又发了，三聚三散的，啊，说明布施越施越多。范蠡做出榜样来，大家看到了。所以中国人供财神，供谁呀？就范蠡。啊，向他学习，真正生财之道是散财。啊，帮助这些贫苦的人，啊，非常有道理。佛经上讲的，他做到了。啊，所以国风民安，啊，国家富强，这是因呢，人民安定是果报啊。
啊，人民生活都能过得好。啊，都靠教学。啊，太平盛世。这是古人讲的。政教尚德。啊，政治教学。都讲道德。啊，古人教给后世的。五伦五常，四维八德。只要守住这四课，啊，永远不变更，这个世界就是太平盛世。啊，那么今天这四课全没有了。啊，父子有亲，像父子没有亲。啊，父父也没有别，长幼也没有序。啊，君臣无义，朋友无信，都没有了。啊，五伦被破坏了，五常一个字都没有了。五常。仁义礼智信，今天社会细心就观察，多半是不仁、不义、无礼、无智、无信，这五个字都没有了。啊，管仲讲的四维也没有了，四维是礼义廉耻。啊，八德也没有了。八德是孝悌忠信、仁爱和平。这社会怎么能不乱呢？啊，拨乱反正，还是靠教学。啊，真正把伦理道德恢复了。人人都讲求五伦五常四维八德，在佛法里头，人人都学习舍善、六和、六度普贤十愿，自然常知就安了。要靠教啊，诸佛报徒，教学为先。啊，佛菩萨教一切众生离苦得乐，破迷。开悟啊，三种施，三种果报，福德功德，着相修是福德，不着相是功德释迦牟尼佛一生教学49年了，每一个宗教创始的人没有一个不是教学啊，这些宗教教学的中心理念就是爱人，神爱世人，上帝爱世人，怎么爱，教他就是爱，不教就是不爱。啊，父母爱子女，用真诚心去教他了，自己给儿女做好榜样啊。
将来儿女成人德行、智慧、事业超过父母，这家庭兴旺。啊，书香门第也。啊，世世代代传家。啊，极乐世界也是教学为先。啊，阿弥陀佛的教学，圆满的智慧，圆满的德能。没有一切，没有一样不圆满，所以极乐世界是大圆满的教育，为一切祝福、称赞、尊重啊，认为他是佛中这个光中极尊，佛中之王。我们都在这经本上念叨啊，啊，所以你遇到了，啊，遇到啊这个法门，遇到啊这部经典，能不求吗？谚语有云。佛事门中有求必应，啊，那么现在学佛有求好像不是有求必应的，那这是怎么回事情呢？怎么有求没有应呢？我们把佛了误会了，曲解了，以为他是神，以为他是仙人。啊，以为他是宗教，这个宗教是外国人讲的宗教。啊，中国人这宗教两个意思，两个字的意思非常好。啊，我们常在国外走动，把宗教这个名词用中国或中国这个字的意思。解释给大家听，没有一个不欢喜。啊，中国宗教这两个字“宗”，它有三个意思。第一个是主要的，第二个是重要的，第三个是尊崇的。啊，尊重、崇拜。教也有三个意思，教育、教学、教化。那这两个字连起来，是人类或者是一切众生最重要的教育，啊，最主要的教育，啊，重要的教学，遵从的教化。啊，这每一个宗教听到都欢喜啊！这个意思太好了啊！但是在外国文字里头不是这个意思啊。中国早年翻的时候，把它翻成宗教，意思真是翻得好，翻译的人真有学问啊，真有智慧。
正因为如此，宗教在中国是被尊崇的，是被重视的。何以见得？中国自古以来的教育，国家设有专门机构来推动。啊，这个可以推到尧舜的时代，4000年前。啊，那个时候政府设一个官员叫司徒。啊，徒就是学生呢。啊，是司徒是管教育的。啊，历史上记载，啊，最初主管教育的名叫齐。啊，他掌管教育。啊，宰相下面重要的一个机构。啊，以后在汉朝不成司徒，成为礼部。啊，礼部尚书就是教育部长。啊，古时候事没那么繁杂，所以宰相下面六个部，六部。啊，宰相有事不能事事。或者生病了，不能上班了。礼部尚书代理。啊，六部里头排名第一个是礼部，尊重教育，重视教育。啊，那么中国本土有个道教。啊，中国本土的宗教，佛教从印度传到中国来。啊，不归宰相管。啊，不归礼部管。啊，谁管了？皇上亲自管。啊，这就对他特别尊重啊。啊，管宗教是皇上管呐。啊，宗教的道场都称之为寺，这寺很得了啊！你们要是到北京故宫博物院去游览，你会看到故宫里面啊，有这个牌子，大的牌子是上面写着寺。那是什么？皇上办事的机构啊！皇上有9个寺，寺的长官叫钦啊，宰相下面办事的机构叫部，皇上叫寺啊，寺是什么意思？永久设立，不会被撤销的。叫陈思，啊，不是可以被撤销的，可以被建立的，啊，不是永久不变的，四是永久不变，啊，所以宗教教育的场所统统陈思，跟皇家这个一级办事机构啊，完全相等。这是对于宗教的尊重啊！啊，宗教这两个字在中国过去，皇家真正做到了啊！
啊，不是只是一个名称而已。啊，但是满清亡国之后，政体改变了，啊，走向民主了。这个寺又名无始了。啊，这一桩大事情呢，也没有真正有人去管理了，啊，所以渐渐衰了，衰到现在呢，我们看到是贬值了。走向了迷信，啊，以为这是神权，让人产生重大的误会。所以下联居老居士提倡正名，名不正则言不顺，啊，他的意思，佛教里这个寺院庵堂，这是古时候的称呼，啊，帝王时代有，民主时代没有这个称呼了，佛教也要改革，佛教称什么？称学会、学院。啊，修学的道场成为学会，啊，研究的机构成为学院，啊，想培养人才，啊，成学院，就是大学，啊，中国佛教变成大学，唐朝时候。就改革了，啊！研究历史的人说，这是佛教在中国一次重大的革命行为。啊，原本佛教教学是私塾的，释迦当年教学跟孔子差不多，私人教学，没有组织。啊，把佛教变成大学。来办了，这是禅宗第八代马祖伯丈禅师，叫马祖建崇林，伯丈立清规，啊，提倡集体学习。依众靠众，啊，在当时起很大的作用。啊，方东美先生给我讲过很多次，中国佛教要复兴，一定要恢复丛林制度。啊，丛林制度是大学。啊，丛林的主席就是方丈，校长。啊，下面有三个纲领之司，就是分三个部。啊，第一个教务，啊，有教务长，在佛法里面称为首座。啊，首座是教务长，主管教育的。第二个是维诺，这都是梵语。维诺是管训导的，啊，学校的训导长。啊，第三个是建院，建院是总务，是总务长。所以，三个名称不一样。跟现在学校里头的这个职务啊完全相同。
啊，所以它是变成学校了，有组织，啊，有规模，啊，那么这部里面底下讲分科分组，啊，正式成为一个大学，啊，那么这个只有在中国有，外国佛教没有。啊，今天这些名称还有，只是没有了。啊，我们也听说某寺院里有几个手座和尚，没有讲经，没有教学。啊，维诺也不是管秩序了，啊，只是在上殿的时候，他是指挥，没错，他是敲大琴、引琴。啊，也没有熏陶这个意义在里头。啊，监院还是监院是管总务的，这个还有。啊，所以教育在寺院见不到了。200年前，中国各地大大小小这些寺院都讲经，啊，没有一个地方不讲经的，都教学，啊，指导在家居士。叫佛门弟子教他们修行，啊，那这200年怎么变质呢？西方文化传到中国来了，中国自己本身衰了。啊，看到外国人，啊，用着军舰、大炮，啊，这些先进的武器侵入中国，中国无人没办法抵挡，就认为外国好啊，向外国学习。对中国东西冷漠了，对祖宗留下这些教诲啊，开始怀疑了。啊，经过五四运动，丧失了民族自信心。啊，后面再经过文化大革命，中国传统啊，完全扫地出门了，没有了。所以现在讲中国传统东西，大家感到很陌生。啊，佛教也不被人欢迎了。啊，佛教本来面目不见了，没有了。啊，日本比我们丢的还早。我在日本讲经，那边的法师告诉我，日本是400年前，这个寺院庵堂都讲经，像中国一样，也是。外国文化传到日本之后，给日本带来很大的冲击。啊，大家念头转变了，重视科学，
对于伦理道德了，漠视了。啊，造成先前的状况啊。啊，西方科技发展到今天，也出了问题了，问题很多。自己没有能力解决，就今天西方人，他到中国来学习，到印度来学习，啊，希望找一点智慧，找一点方法，让这个社会秩序恢复安定和平。找不到啊！啊，怎么找不到啊？懂得中国文化这些人，他们见不到。纵然见到了，讲给他们听，不相信呢，怀疑，怀疑怎么能解决问题啊！我们是遇到这个语言，才发现这些问题啊！知道，今天要叫人相信，只有做出榜样来，没有做出来。人怎么说，他都不会接受的。啊，我们在联合国会议当中，把中国传统文化介绍给大家，就碰到这个事情。啊，离开会场。这些会友在一起聊天、吃饭，啊，就问到，啊，问我的法师，你讲得很好，这是理想啊，做不到啊。啊，我听到这句话了，给我非常严重的打击。我说，这才是现在问题的核心，这怎么办？所以说，逼不得已呀，在汤池做了这个实验。啊，实验意外的成功了，啊，这才把我们的信心燃起来了。当时人家问我，我也怀疑。我也不敢说，现在能有效的做到，不敢讲啊，就必须要通过实验啊，实验之后我们再晓得，证明中国古人所说的人性本善啊，人之初性本善，证明佛所讲的一切众生本来是佛，一切众生皆由如来智慧得相，啊，我们自己才坚定信心。没有通过这个实验，不敢，啊，不敢肯定啊。虽然说，心里还是有疑问。啊，虽然英国汤恩比博士说，啊，只有中国孔孟学说、大乘佛法能拯救这个世界。啊，谁认识？谁懂得？谁肯干？啊，这是摆在我们面前。
现实的问题。啊，大乘是法，这一部经典真是大乘的精华。大乘教里头，无论是宗门教下、显教、密教，啊，真正的精华全在这部经。全在这一部脊柱，我们修学佛陀教育，得到这个本子够用了，从这个本子奠定坚实的基础，再有时间，再有精力。设立其他的佛所说的一切经，轻而易举啊！真正是一经通，一切经通。啊，古人的修学，遵守这一个方法，就是一门深入，常识先修。他心是定的，心是静的，定静就开智慧。啊，智慧开了，真正是文一知识，一文千物。啊，这个能力是所有人都有啊，只是你现在心乱了。你不能集中啊！你能集中就出现这种能力，本能就现前。啊，不是佛有，菩萨有，我们没有，不是。啊，我们现在这个念头乱成一团，在一团糟。啊，妄想多，杂念多。那么，清除妄想杂念最好的方法，就是本经所说的“发菩提心，一向专念”。啊，这个方法对于清除妄想、清除杂念非常有效。啊，只要肯干，都摄六根，净念相继，啊，你很快就感到效果。啊，我年轻喜欢看书，看得很杂，看得很多。啊，那个时候没学佛。啊，所以在一般同学里面来说，我的常识非常丰富。啊，那时候我读得多。啊，我在学校读书不跟人争名。啊，我自己读书的标准，考试及格就可以了。啊，所以我交卷，叫我同学都知道，我都是第一个交卷。题目没答完，啊，我一计算，大概有65分以上就交卷了，那60分及格。啊，上课我很用心听，听这一遍就不再复习了，应付考试没问题。啊，所以我的时间。在图书馆里头读我想读的书，啊，所以我读的书别人多。
啊，学佛之后，李老师教我一门深入。啊，只能学一样，不能学第二样。严格要我遵守。啊，我没法子，只好遵守啊。哎，可是3个月之后，我发觉了，我心清净很多。啊，好像有一点智慧。啊，半年之后，我跟老师报告，我这方法好，我已经感受到了，啊，心清净多了，妄念少了，杂念少了。没有想到中国有这么套药，这么一套方法，啊，在古人说这很平常，在我们初学的是很新鲜的。啊，从来没有过的。那我们都是广学多闻呐。啊，没有用过这个方法，这一用才知道真有好处。啊，以后学讲经，其实讲注解。啊，这老师知道的，我们哪有资格讲经？啊，开悟才有资格讲经。啊，没有开悟，讲注解啊，这是李老师教给我们啊。注解呢，要讲古注啊。为什么？古人著书都是开悟的，不开悟不敢著书啊，不像现在人。现在人胆大，啊，所以古著可靠，啊，古著里面去选，自己能看得懂的，啊，能够把它用现在的白话文说出来，就我们做翻译啊。啊，当然一定会遇到注解里头有困难的地方。古人注的深呐，文字也深，看不懂怎么办呢？啊，老师说可以参考经人。啊，经人指定了几个人。啊，老师当年给我们指定的地贤法师，那时候都还在。啊，没有问题，慈州老法师。啊，这都在大陆，他们有著作。啊，云音法师。啊，地贤法师。地贤法师的学生谭徐法师啊，指定大概有6、7位法师，哎，这些东西可以看啊，这是老师肯定的没有老师指导，那对我们初学真困难呐！啊，我们如果找错了参考资料，就麻烦了。
台湾圣严法师，我们同届啊，我们受戒的时候同届，我们两个人在一个班上啊，他是班长，也很早出来讲经，有一次他遇到困难了，讲大乘起信论在台北上的事，讲到第三天听众没有了啊，只剩下几个人了，他来找我啊，问我怎么办。我说你有没有参考注解？他说有。我说谁的注解？太虚法师的。哦，我说那当然，你再讲一天人就没有了。他说那怎么办？换啊，换注解。都换哪一个？我说你找慈州法师的啊，真的，这本子都找到了啊，以慈州老法师这个讲义来讲，过两天给我打电话感谢我，听众一天比一天多起来。这就是他没有人指点他了。啊，我这是李老师教的，我们就少走很多弯路啊。啊，那么今天我们遇到这个本子，遇到这个脊柱，这是大乘成佛之道的捷径呢，最快速的一条道路，最稳当的道路，最直接的道路，成功又特别殊胜啊，怎么能不干呢？所以一定要知道要求这个法门，要求这个经典啊，要求理解它啊，然后你依教奉行，必定结合善理。我们再看底下一段，安住无疑免堕啊，汝等应当安住无疑，这个话太重要了，众诸善本呢，应常修习，使无一智不如一切种类珍宝成就牢狱。佛的话的很有味道。那你看这个珍宝成就的牢狱，这是什么？你不求往生净土，你就生天道了，天道就等于珍宝成就的牢狱啊，你出不了六道轮回啊。啊，虽然升到天了，将来天佛享尽了，还要往下堕落。这个比喻很有味道啊！我们看念老的注解啊，下面佛普劝断疑生信。
啊，这一句话，普劝断疑生信这六个字，在这部经上占很大的篇幅。啊，前面我们用了十几个小时，疑真不好断呐。我们没疑吗？啊，都说我信了，我没有怀疑啊，我真诚相信呐。张家大师的标准，你没有做到就有疑。啊，大师这个标准是绝对标准，检验我们到底还有没有疑。如果没有疑，发菩提心，一向专念，你就做到了。你真做到了，你就有成就了。啊，为什么呢？清净平等觉，你得到了。啊，如果得到深度不够，啊，就没有得到。平等没有得到，清净一定得到。啊，清净是功夫成片呐、事一心不乱。平等是理一心不乱，或者再上去一点，开悟。啊，这是这真实的利益了。啊，只要我们心里头还有妄想，还有杂念，那就是有疑，疑没有断掉，我们的智慧没有现前，我们还是老习气。烦恼当家，啊，自私自利当家，名闻利养当家，贪嗔痴慢当家，啊，没有能够啊超越。这是反复。啊，我们看念老这个注解，啊，是下这下面的经文，佛普劝断疑生信，若于说法利人，则自身首须断尽先疑，先是很小很小，一丝一毫。要把疑虑断干净呐！我们说法，别人能够相信，能够接受。啊，我们带着有疑，别人听了也会生疑惑。啊，所以教学啊，我在汤池召集这一批老师啊，第一天跟大家见面，我就鼓励大家啊，大家要有使命感。我们这一次做这个实验，不是开玩笑的。
中国传统文化能不能经得起这次考验，完全在我们。我们做成功了，中国传统文化有价值，可以再传下去。我们做失败了，告诉大家，中国传统文化过时了，没用了，可以全部放弃了。这个关系多大？使命多严重？所以我们必须拼命去做。纵然牺牲自己生命在所不惜。就是咬紧牙根真干。我是衷心地感谢这批老师。他们在第一线，他们在执行啊。《弟子规》里面“荣辱感应篇”更是善意。用身教，感动受教的人民，我给他是4个月的时间，一定要落实。他们不辜负，2个月就落实了，我感到很惊讶。比预想的进度超前。老师打电话问我，你下一步怎么走？下乡入户，去表演，把你们所学的东西完全做出来。进入农民的家里头，见到人家老人是我们自己父母，我们把那个儿女的孝道做出来，不是讲给人听，是做出来给人看。这么一做出一表演，大家感动。做了2、3个星期，2个多星期，不到3个星期，感动人。我们向大家宣布，中心开阔。大家有空闲呢，可以在一起学习。都来了。街道脏乱，老师们穿着制服，每天早晨就扫大街。一句话不说，捡垃圾，扫大街。扫了2个星期，这些居民不好意思丢垃圾了，所以街道的整齐清洁，就能保持下来。如果在路上丢垃圾的，肯定不是当地人。是外地人去的，有可能当地人绝对不会随地丢垃圾。所以要教啊。我们预期2年到3年的
社会主秩序会有很大幅度的改变。没有想到三个多月，出乎我们意料之外，真的180度改变了。人与人当中有亲情，有笑容了，有礼貌了。起心动念呢，有了仁义了，这个不容易，这么快就有这么好的效果。所以我就跟老师讲啊，我们不能骄傲啊，不可以鞠躬啊，这是我们能做到的吗？我说这是祖宗在加持，三宝在加持，人民合作，才有这么好的效果。绝对不是我们能够感化的，我们没有这个智慧，也没有这个德能。我们要谦虚，要恭敬，要称扬祖宗之德。真的，这一系列全是祖宗在加持，祖宗在安排。2个月之后，你看联合国通知我们，邀请我们去办活动，这个东西就可以在联合国做报告了。对全世界产生效果。大家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当然还是疑，但疑里头看到试验成功。这一怀疑他怎么会做成功的？从不敢相信到半疑半信，这就很大进步了。那么我们这真实做的成功，一直到现在，联合国念念不忘我们上一次活动，还一再希望我们再去办一次活动。所以明年这个试验成功，图文把这个城市宗教团结起来，由这个城市里的所有宗教联合起来，把这个城市造成世界上第一个多元文化和谐示范城市。现在搞得有声有色，明年3月我会去看。如果很满意，我们打算在明年再办一次活动。活动场所不必到巴黎，就在图文堡，让这些开会的人，联合国这些会员到这儿来开会，他亲自看到，看到这个小城人民的和睦相处，真的看到他们相亲相爱，互相关怀，互相照顾，互助合作，像一家人一样，这是我们想象的标准。我们邀请居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195个国家代表
通通到图文吧来参观来考察。啊，我们给他报告我们是怎样把它做成功的。啊，这个地方社会和谐。啊，人民相亲相爱。这个地方没有人竞争。啊，这个地方人人都送别人一份温暖。这些全是祖宗之德了。各个宗教众神的加持。才能做出这样的成就啊！啊，我们也不能够邀功，我们感激大家合作，啊，互相学习，互相谅解，才有这么好的成绩表现。所以信心的建立是成功的基础，没有信心就做不出来。啊，图文巴是个小城，居民十万人，啊，但是这个地方的居民有80多个族群。澳洲都是海外移民过去的，有100多种不同的语言，10几种宗教，啊，住在一起像一家人，这个做成功，对整个世界是个震撼。啊，我们相信爱好和平的人非常之多，想不出方法，到图文巴来看，到图文巴来学习。啊，所以断疑生信比什么都重要，故应安住无疑。啊，安住无疑，实在讲，只有2种人：一种人大彻大悟，没有问题；像慧能大师，决定没有疑惑。啊，第二一种人。是下愚，在下下根他什么都不懂，但是他有善根，你教他一样，他就一生不会改变，啊，像锅炉匠这样的人，教他一句阿弥陀佛，他就念到底，他心里头没有杂念，没有妄想，啊，一句佛号念到底。啊，师父地仙老和尚教导他，念累了就休息，休息好了接着念，不分昼夜。啊，他3年就把成绩交卷了，欲知时至，自在往生。站着走的，啊，这证明是证明念佛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啊，3年当中，他一点障碍都没有。
心地清净，一尘不染。啊，什么原因？我们有点把它看清楚。他不认识字，他没有能力，啊，连谋生的能力都没有，就什么本事都没有，啊，做锅炉匠这个行业跟乞丐差不多。啊，比乞丐稍微好一点，乞丐是伸手问人要钱。啊，他这个一天到晚要活，哪一家锅破了、碗破了，啊，他把它补起来，还可以继续用。啊，补一个锅碗，那个时候用铜板，两三个铜板，你就知道他多辛苦，啊，他多可怜。居无定所，没有社会地位，谁都瞧不起他。啊，什么都不会。所以老和尚教他这一句阿弥陀佛，他就当命根子了。二六十中不理他了，没别的本事，就念阿弥陀佛了。啊，这就是他的增上缘。这增上缘太殊胜了，没有一技之长，他就没有妄想，什么杂念都没有。啊，那么这一出家，老和尚给他安排，你看吃饭问题解决了。啊，乡下有几个念佛的居士。照顾他，给他送一点米，送一点菜，啊，吃不缺乏。啊，附近还有个老太婆居士，在家居士，照顾他生活，给他煮两顿饭，给他洗衣服。啊，这他的大福报啊！以前谁伺候他了？现在得有人伺候他了。啊，他一天除念佛之外没别的事情了。啊，他不辜负老师，老师教他，他真干。啊，三年成功啊！地老和尚跟他的赞叹，那赞叹到基础了。啊，他站了三天。啊，说他的成就，赞叹他成功了，成就了。啊，天下弘宗言教的大善知识，比不上你呀，真话。弘宗是禅宗的大德，言教是讲经说法的法师，不能跟你比。啊，名山方丈住持这四大名山，那宝刹也比不上你。念佛的好处啊，念佛的成就啊。啊，前面我们刚刚念过，以求现求当求，皆获善利。锅炉匠给我们表演，他获是最圆满的善利，最殊胜的善利。啊，这种人往生，什么品位啊？我们细心去想想观察。肯定是十宝图上辈往生。那、啊、为什么他没有杂念？他
他没有妄想，杂念妄想没有了，他地位多高啊！啊，没有分，没有执着，就等于阿罗汉了。没有分别，没有起心动念，等于明心见性的菩萨。啊，所以地老的赞叹是实话，这是个通宗通教的大德，不是凡人。啊，他的成功就是安住无疑。啊，郭罗匠，那他的善根福德就这个，他没有疑，老实持念，这他做到了，无生疑惑，他没有疑惑。啊，发菩提心，一向专念，这个发菩提心，真心。真愿往生，这他都做到了啊！一向专念呢，是为诸善之本啊！以郭罗匠做例子的话，他圆满做到啊！那我们想想自己，我们有没有做到？啊，安住无疑，我们没做到，我们有疑，有信有疑。现在是信的成分多，疑的成分少，但是没有到无疑。啊，老实持念，我们有持念，不老实。啊，却老实。啊，我生疑惑。偶尔还有啊，所以虽发菩提心，一向专念的，这个里头有疑虑啊。不是满分呐、啊。啊，所以诸善之本呢，我们诸善之本不圆满，不是没有，有。啊，或许也是年年都增长一点。距离满分呢，还有很大的差距。这些话，念老在此地劝导我们。当奉为纲宗，安住如是法中啊！啊，纲是纲领，宗是宗旨。上面这六句。要好好的记住啊，是我们修学的纲领，修学的宗旨。啊，发菩提心，一向专念是宗旨。啊，安住如是法中，应常修习，实无疑智。疑是疑惑，智是不能前进。停在这个地方，啊，不能等待，不能疑虑，要勇猛精进，啊，刘素云居士闭关了，发出一个短信。
也是劝勉大家，时日不多了。他是以12月21号为标准，现在还不到3个月。啊，没有时间再搞疑惑了。啊，该放下的通放下。啊，不能放下的，那是有重大关系，关系正法、救助，关系中国传统文化的存亡。那对这个事情，我们不能不做。那除了这个关系之外，个人没事了。这是不能不知道的。底下这两句说得很重，盖一根未断，即是罪根。有疑，就有罪。啊，罪什么？你会想错了，你看错了，你说错了，你做错了，以后卧到这果报现前。啊，确确实实都从这个疑而来的。如果不疑呢？不疑的时候，你决定到极乐世界，你怎么会再搞轮回？你怎么可能会有三恶道？啊，你看这个疑关系多大？我在前面说过，贪嗔痴慢疑，贪嗔痴。是三毒烦恼。那疑从哪里来的？疑是愚痴的核心、中心点。啊，慢是嗔恚的核心，毒中之毒，特别把它念出来。啊，三毒里头包括这两样，五毒特别念出来，这是核心。啊，嗔恚当中的嗔恚，嗔恚从哪来？从慢傲慢来的。愚痴从哪？愚痴从怀疑来的。啊，这说出五毒啊，真的是罪根。啊，疑是愚痴的罪根，傲慢是嗔恚的罪根。这不能不知道。日常生活当中，时时刻刻检点自己，啊，实际上早晚课是什么意思？早课无非是提醒自己，今天一天要依教奉行，啊，不忘记佛陀的教诲。晚课是反省呐，佛菩萨教导我，我今天做到了多少？
还有哪些没做到？啊，你要是天天反省，天天改过，这个功德不可思议。啊，袁了凡一生改变命运，全靠这个。啊，每一天晚上他的晚课是反省，啊，天天改过，天天自省呢，得到大成就啊！说欲断一根，应知方便。疑惑不断呢，只因慧心不老。这说明我们都想断一生性啊，怎么个断法啊？这里告诉我们了啊，提供我们一个参考啊，怎样断疑啊？说明为什么疑惑不断，你智慧没开呀、啊。智慧开了就不疑了。那智慧为什么不老呢？慧心不老呢？只因三垢障身。三垢什么？贪嗔痴。啊，这个三毒烦恼太重了。他障碍你，啊，这个贪心的核心就是爱，啊，这个爱一般叫情执，啊，是爱，爱里头有浓厚的情在里头。这个麻烦很大啊，跟佛菩萨不一样，佛菩萨不叫爱，叫慈悲，慈悲是真爱，里头没有情执，慈悲这个爱是平等的，是广大的，是深远的啊，它是属于同体的这个爱心啊，天地万物与我同体。啊，换一句话说，那是一种自爱。啊，他是自。啊，自己外头没有他。为什么呢？全是自性变现的。性外无法，法外无性。所以天台智观里面说全体是心啊，变法界虚空界全体是自心啊，所以这个爱心是平等的啊，这个凡夫是我喜欢这个喜欢那个，这是贪，贪的核心，只要有这个念头，贪没去掉，只要有一点点傲慢心，一点点嫉妒心，嗔恚没去掉，那个东西发展会变成嗔恚。啊，一点点疑虑、愚痴没去掉，啊，那么在经中教给我们的方便法。是放下万缘，你要真放下。一心专求往生净土。
这样才真能放得下。啊，对这个世间没有一丝好需求。啊，什么灾难不灾难与我毫不相关。我念念求生极乐世界，只有一个愿望，亲近阿弥陀佛，其他的都不要了。啊，真能把贪嗔痴慢疑放下了，苟去名声，障碍没有了，智慧现前了。智慧现前呢，这个疑知没有了。啊，换一句话是，贪嗔痴慢疑都没有了。这确实是个好办法了。啊，一心转念，你看，锅炉匠不就这么成功的吗？他用的这方法，跟十方这些大菩萨没有两样啊！放下妄想分别执着，一向转念，啊，他就是这样做到的。啊，这样圆满的成就，展示在我们面前。如是，则不堕于诸天。你看，升天是堕落，啊，那就是佛所讲的一切种类珍宝牢狱。升天是不是好事？不是好事情啊！继续搞六道轮回。啊，六道里头是乐多苦少而已，那是暂时的，那个时间不长啊。啊，所以你不会堕诸天，不会堕到二乘。啊，二乘也是麻烦的。只顾自己，不顾别人，这是二乘。啊，邪满国边地遗尘，那么这些呢，都是一切种类珍宝成就牢狱。啊，珍宝欲彼中之乐，牢狱欲比喻未得究竟解脱而不自在。啊，佛这个话说得很有味道。这是我们一定要认识清楚。啊，不但是六道我们不贪念的，六道之外，声闻缘觉菩萨佛统统放下了。啊，设法界全放下了。啊，我们所求的就是西方极乐世界，一心一意，没有疑惑。啊，你只放得干净，你什么障碍都没有。啊，我们在这一生当中，亲耳所闻。亲眼所见的几个明显的例子不必多，两三个就够了。啊，40多年前我在佛光山教书，
星云法师办那个东方佛教学院，他是院长，请我去做教务主任。我在山上住了10个月，遇到一个老太太，念佛往生，是我到佛光山1年前的事情。将军乡，他那个地方是鸟松乡隔壁一个乡，距离很近。这个老太太是个非常善良的人，也是不认识字，心地善良，家庭环境还不错。对于佛神都非常恭敬，就到处拜神拜佛，神佛不分。3年前，儿子娶了个媳妇，媳妇懂佛法，劝婆婆不要到外头去拜这些神，家里头安个佛堂，在家里念佛。他接受媳妇的劝告，不出去了。就在家里念佛，这是3年。他往生的时候没有给家人说。晚上吃完饭的时候往生，那预知时知，没有告诉任何一个人。吃完饭，他告诉儿子媳妇。他去洗个澡。你们先吃饭，不要等他。儿子媳妇还笑着等他，等了很久，怎么还没出来？进房间看看，真的是洗了澡，换了衣服。叫他没人答应。转到他家的小佛堂，看到他穿得很整齐。穿着海青，拿着念珠，站在佛面前，他站着往生的。叫他不答应，走进去看的时候，他已经走了。这个信息马上传出去，来看的人很多。大家看到念佛真的站着走的。这个老太婆平常没人瞧得起她，很普通的一个人，很老实的一个人。3年，功夫成就了。不说。说恐怕他家里儿子媳妇还要唠叨，不再多住几年吧？总是麻烦。不说，就这么就走了。这是台湾南部，没有人不知道。现在提起，大概。60、70岁的人都知道，那我住在旧金山，甘利初将军的夫人，甘先生抗战期间，
他是中将军长，啊，也是抗日的名将。啊，抗战胜利之后没多久，他过世了。啊，他的夫人跟李老师学佛，啊，所以跟我们就很熟了。啊，我那时候刚出家，在台中求学，得利他的护持。啊，他护持很简单，他找了15个学佛的同学。每一个人每一个月供养我10块钱，他负责去收，啊，每一个月150块钱寄到台中给我做生活费用，10年没有中断。啊，晚年呢住在旧金山。他有个老朋友，也是一位老太太，念佛人。啊，儿子在美国读书，毕业了，在美国工作，也是在学校教书，结婚了。啊，生了个小孩，就把他的妈妈从台湾，啊，请到美国去照顾家，照顾小孩。啊，在美国住了4、5年，小孩要上幼儿园了。啊，小孩上幼儿园，他就没什么事情。啊，白天儿子媳妇都上班，家里只有一个人念佛。啊，他也不会开车，也不懂英语，老老实实在家里。不出门了，啊，往生这一天也没有告诉家人，啊，但是至少看他那个样子，至少3个月之前预知是知，因为他写了遗嘱，遗嘱写得很长，而且把儿子、媳妇、孙子校服啊，通通都做好了，一切准备就绪了。啊，往生的那一天，他是坐着往生的，在床上坐着往生的，穿着很整齐，啊，儿子、媳妇、孙子校服摆在旁边，啊，遗嘱也放在旁边，啊，美国老人住的房间门是不锁的，啊，第二天早晨，每天他早晨起来烧早饭呢，他起来最早啊，啊，这一天大家都起来了，老太太没起来，没动静，也没人烧饭，这次推门，看看老太太怎么没起来，一推门看她端端正正坐在床上。仔细一看，看到遗嘱才行，看走了。啊，这个在中国人这个团体里传开了，特别是念佛人呐，啊，对老太太的往生都感到非常惊讶。也非常赞叹，啊，给大家带来了信心呐，不是假的呀，啊，老太太不告诉大家人，也是避免麻烦，免得大家这个说说长说短，啊，走了之后你怎么说无所谓了，听不到了。
都是最聪明的做法。啊，想得很周到。啊，这个历史上我们亲眼看见的，一点都不假了。这才是学佛真正的成就。啊，到了西方极乐世界，现在我们在这个经上看到了，借作阿惟越致菩萨。这成就不可思议，谁能比得上？忉利天竺比不上，大梵天王比不上，摩诃首罗天王也比不上。啊，出世间的声闻缘觉。十法界里面的菩萨佛都比不上啊，用不着多少时间的，关键就在你能不能放下自私自利，能不能放下名闻利养，能不能放下贪嗔痴慢疑，关键就在此地，能放下就能成就，能放下智慧就开了。这些举的这些例子，往生的人智慧都开了。啊，你看没有往生之前，一丝毫痕迹都不着。他走的时候没有人干扰，啊，绝不像现在人，我走了你也替我帮我助念了。这个未必能往生，为什么没放下？还有牵挂，还有疑，怕走不了。啊，求人助念，也就是说明对自己没信心。啊。举的这三个例子都是很平常的人呐，我们一定要知道啊！啊，这都是我们最好的榜样。啊，念佛往生成佛，真正的证明。啊，不要再贪图世间珍宝牢狱。贪念这个就坏了啊，现在时间到了。